分钟，我会在最后五秒的时候提醒大家。三、二、一，停的时候，请你停止一切动作，这样子有清楚吗？好，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的选手检录。请问我们现场的还有检录完毕的随桌裁判，请举起你的记录板。还没有检录完毕的，请举起你的记录板。好，中间有选手举手的意思是，好，会议中出现问题对不对？为你们动作太大了，会影响我的判断，我有点有问题的话，好，来，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请注意。